4月11日，杨丞琳在微博晒出一组自己和 Justin 黄明昊的对比照，笑言：原来我们这样的长相，可男可女，可帅可美，可塑性真强。早在 Justin 在偶像练习生节目中就曾表示，如果自己有妹妹，那长得肯定很像杨丞琳。网友纷纷表示，我的天，是贾富贵的亲姐姐无误了，哈哈哈哈，李荣浩老师怎么看？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